妈，我吓一跳，干啥呀？饿着呢，捧个碗出来接我了，咋花斋来了的？饿我不得先做饭吗？我现在就做。你总跟着我干啥呀？你饿我也得现做饭，我不得做菜吗？要不能吃你吃啥呀？你吃生的？你饿也得等着，等我做，等着啊！我先给你做去啊！别闹人！你干啥呀？你饿，你就会说这一句话呀？你饿，我就给你做饭。要么你实在太饿的话，你先订点外卖。不让订了。你现在你不饿吗？你咋整啊？肚子饿扁了。你肚子鼓起来过吗？啊！干啥呀？拉粑粑呀？没有。没有粑粑。你先坐那去，你先坐那，你等我，给你炖排骨，多说一个点就完事儿了。你干啥呀？你玩过晕了。我晕了，省一顿，不做了。哎呦，这不豆宝吗？哎呦，这不刁先生吗？上回给我大嘴巴还记得吧？记得。哼，真是冤家路窄，这又来相亲啊？对啊。我可记住你了，我们家条件你也清楚，走女朋友呗。这事儿吧，咱是听老天爷的，猜硬币。简单，走起。看着啊。哪年的？哪年的 ？I don't want to see you anymore。这是我姐非要我帮她拍一个假装小哥哥跟她搭讪的视频。哎，小姐姐，小姐姐，我可以要你微信吗？那你为什么喜欢我？没有啦，因为我这个人审美比较变态，我就喜欢那种又丑又老又爱装嫩的老女人。你瞅啥呀？她长得像我前女友。她说你长得像她前女友。不是像就是。哎，你告诉我你俩分多少？不是，我俩分老些了，哥们，我俩真没事儿。大哥，你求求你了，大哥，你我求求你了，太坑了，这家伙打歪了吗？哥，凌晨的时候你发了朋友圈，恰巧这个时候我给你点了一个赞，并不是对你朋友圈内容有多么的认可，而是我就想很简单的告诉你，我也没睡，你可以来找我聊聊天。我今天晚上有个聚餐，可以携带家属。我一会儿给你发地址，七点别迟到啊！我也不认识他们呢，能不能不去呀？聚餐肯定得喝酒，你要是不去的话，那我就让我男同事送我回来。嗯，我上班去了啊！快到点了，走啊！那就走呗。哎哎，那不是一博吗？你不来吗？我不来谁给你等酒啊？咱也不知道啥男同事，咱也不敢问呢。行吧，那走吧。那走吧。我家出水了，我用一下你家洗手间洗澡。来个破街脏东啊，水费就这么贵了，你整天来这里洗澡，这个破街脏呀。你要不要？要什么要啊，房东，请你自重可不可以啊？想多了，我是让你帮我开下热水器了。哎呀呀呀呀呀呀！哎呦我的妈！王浩，认识你啊？哟，新女朋友啊？你好，我是他前任。哎，前女友哎，不好细看。你以前都带我去专柜的，现在带他来这种地方啊？什么意思他？这香水不是我最喜欢的一款吗？这么恋旧啊，忘不了我呀？你看他这一身打扮，配得上这个香水吗？你误会了，这位先生的意思是，除了这款。全都要了，全都要了。服务员，给我找补水的，我要最贵的。没皮没脸的往哪儿补啊？不是你谁呀、啊？这是我的店，你说我是谁？店小容不下你，恕不远送。这种人呢，就是欠。这什么时候成你的店了？你的不就是我的？哎，我这件衣服可是花了109,000，要是有人敢说不漂亮，我就掐他的脖子，掐得跟筷子一样细。今晚加个班。好的好的好的，今晚加个班啊。好的主管。小东今晚加个班啊。该你了，别给脸不要脸啊，给钱吗？哎呀，主管，晚上加班是不？好的。哎，洗个汉服，我晚上加班啊。好好好好，晚上过去。老板，我昨天总是惹你生气，我进行了深刻的反思，决定请你吃一顿火锅来表示我的歉意。一顿火锅。你这是对我的侮辱，你这个欠道的不够诚恳，我不接受。那你怎么才能接受呢？你最少
希望是一辈子的吧。那不行，那怎么能侮辱你一辈子？就是。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两顿，三顿，五顿，一辈子。阿姨好。哎呦，小姑娘穿这么土气，是送农村来的吧？能嫁给我儿子呢，就是你的福气了。你这个样子是在跟我示威吗？你小心。够了，阿姨，我尊重你是个长辈，刚才那些话我就不跟你计较了。德高者才为长，您这种只能算是年纪大。我是农村人没有错，但我觉得农村人没有什么好丢脸的，毕竟我妈跟我说过，谁家往上数三代都是农村出来的。看来您不知道这个道理啊。要知道您在说这些话之前，您也是个女人。还有农村人不缺钱。天之大，有所得必有所失，妙妙。那你还，但姑娘一向坚决，又是我这只老狐狸的一点虚荣之心，这种移花接木，改变乾坤，化人为妖，化妖为人的夺天之事，我们有兴趣。别动！我饿了，我想吃东西。我有两个馒头，一会儿拿给你。我不想吃馒头，我想吃外卖。我在绑架呀，你要吃外卖？那你饿死我算了，书记你也拿不到，还烦死嘴。我给你点碗热干面。不行，太干了。点份粥。太清淡了。麻辣烫。哎，你还是不是绑匪了？想不想要赎金了？能不能点点贵的？那你想吃什么？随便了。我来烤鱼，刺太多了；烤肉太油腻；火锅太辣了；披萨不减肥；肯德基不健康。来烤鸭，鸭那么可爱，你竟然吃它？那你到底想吃什么？随便啊。我错了，我胖了，你走吧，你自由。我太饿了，走不动。那你告诉我你吃什么呀？随便啊。最讨厌没有主见的男生。哎，美女有笔吗？啊，眉笔眼线笔都可以，我着急记个号码。哎，好嘞好嘞，好，谢谢谢谢。你记啊。你说呀。173。滚一边去！哎呦我的妈！哎美女，你号码多少？你好作呀！在广东，一句“九妹啊”就可以表达所有的意思，表示疑问。九妹啊。表示愤怒，九妹啊！表示威胁，九妹啊！表示害怕，九妹啊！表示劝说，九妹啊！九妹啊，仲点赞？开车来的？没有啊，我没有车。那你有房吗？没有啊。那你是做什么工作的呀？我吗？就是长方体空间移动师，就是巴拉巴拉巴拉巴，反挺复杂的样子。那我们还做门当户对的。少爷，上车。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，作为管家你分不清场合吗？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少爷，我下次开飞机过来好吗？假如你和房东谈恋爱，亲爱的，你找我吗？啊，对，今晚呢，我想住这一个地方，你把钥匙给我呗。可以啊，都在这里了，你找找吧。亲爱的，这个月的房租。你一个月收这么多，收少一点又怎么啦？可是我怕我爸妈知道了，说你吃软糖。啊？为了跟你在一起，受点流言蜚语又怎么样呢？好了，你不会是在教我做事吧？啊？我的事我自己心里有数，以后不要过问了，知道不？你好凶哦，你说好几百。我是加班，没办法。不要再讲了，真不值得。我是他妈，你是谁呀？
我可以亲你吗？不要脸。好，那我亲嘴。再靠近一点点，就让你牵手。王总，你怎么在我这里啊？我们两个昨晚喝醉了，喝得好醉，你不记得吗？啊，那我们两个没干什么事吧？应该没有吧。啊，那我问你一个问题吧，房东。那请问25000乘以25000等于多少？如果答对了的话，我就做你一个月男朋友。等于6,2500。你这个房子不是喝醉了吗？哎，你不是做我男朋友吗？哎呦我的妈！哎，春娇，你看后面有个帅哥，你快点。我女朋友打电话来了。喂，我们分手吧。我女朋友跟我说分手，为啥？我怎么知道？嗯，哎，他说打错了。手中死心了，当你沉默得。亲爱的，怎么打你电话不接啊？担心死我了。到了晚都接电话吗？哦吼，这个电话是你的。流氓啊！